灾后复原持续进行，基隆市长谢国梁首先前往信义区月梅路316巷的东玄宫一带会勘，与居民交换意见，重点是先清出道路。撞过，对，他没办法，上下都用背的呢，对，没有用走的，他不能走啊。啊，只是我是讲说吼，你们赶快，我们会赶快做了，弄一条桥，不是桥啦。就叫变道，对了，我们这边已经在抢了，因为这土较烂啦，啊，时间的过程中吼，较困难。我这台车你甲看，我这台丢掉尔嘛，出的拢无丢啊，这要甲人申请，我有补助。有啦，我这你的车吼，是我这台车啦，我无可能载下你遐尼好的车，前几天啊，因为是咧土伤烂，因为等下土较大的时阵，才来做嘿。啊，所以这几天今啊较好天，生就开始咧抢。好像这几天好天气也没那么多呢，下雨停停一下，过来停，对呀。六日听说又要下雨，所以我们这两天陆陆续续有在做，但是不敢太大大力。未使乌伤大啦，乌伤大就落来。因为今日施工人员，第一点哦，即卖工人伊嘛是伊会考虑到伊，啊，其实阮拢用家己的班底在做。嘛是持续性，啊！恁遮这边出入的，阮拢互恁会变较足清气的嘛。阮即马第一个目标，达到甲市政报告过，先按这个土清开，甲这个路啊，就变的都互恁出入，好不？吼，啊，过来再你出去，按你变可能互恁较方便。嘿啦，先互恁出入方便嘛。啊，这条路要清到顶头去，可能是要淡薄仔时间，因为我差不多，那是好日的工作天，甲省了，要差不多几工。顶多是超10天上下啦，尽量较紧的，好不？哎，因为你这出口吼，车咧爬吼，动车咧爬，会啊顾虑到居民，有时啊惊溜落啊，就无会去弄着，啊，所以拢细台啊起来，啊，这点因咱细台的量甲大台的量无同，细台啊吼，伊就是爱较细台，啊，所以讲也次数会较侪，吼，这点请你原谅一下吼，啊，阮尽量处理，好不？吼，你圆满啦，吼。对啦，市长嘛来关心咱，让你甲畅通哈。那个如果上来的话，那些车子是不是要？对，我们哎，拜托，他们会有开价，另外两个厅。如果船主他们有主动说要过来会勘的，礼拜四，对呀，区公所有跟他们约好。你上次分短程跟中程的，跟中央争取，还是要继续走啊？对对，刚刚做简报。哎，对对，那个会，那个的话继续走。对啊，这个部分。可能到时候请那个水保机。再等几天好天气，我们帮大家持续去用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辛苦啊！没了，喂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哎呀，好，我就先安尼，好不好？你听我什么代志，你再跟咱处长直接讲。好，你走。哎呀，不会，谢谢。好，我就先安尼哈，那你再保持联络，有需要我再来看。随后，市长也前往关心仁爱区爱七路43号到47号后方的坡地崩塌。要人工搬运的话，其实矿务队我们也请了，他们也有亲人，然后有请国军亲人，可是还是有限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现在施工厂商跟现在还是安置的吗？没有，已经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已经回来，这边的住户已经回来。现在就是房子里面的水，我们已经都把它弄出来，土源其实也都出来，只是。后面的剩下后面的可能还要后面的一些土石，对，还很多，还很多。对，我们从这一户，其实我们从这一户看就可以看到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是往后一点。小心。要从这边走过去，这边都看得到。嗯，好。我不要太勉强了。由于部分土地权属牵涉到国产署、林业署等中央机关，市长谢国梁表示，将会持续协调中央，协助灾后复原，确保边坡能够做好稳固工作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